国际服玩的像孤儿，没关系，你有哈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哈儿。今天呢，继续为大家介绍 POE 3.19 的改动。那今天是传奇道具，所有的传奇道具改动基本上都会在这支影片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 Let's go。首先是信仰守护，信仰守护现在提供 40% 到 60% 的更快保护回复速度，之前是 20% 到 30%。那味道之跑呢，不再提供 10% 伤害优先从魔力扣除。紧接着是艾尔卡利之牙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蜘蛛刀啊，召唤蜘蛛所用的毒蛇打击，基础时间从8秒，叭叭叭叭叭，好，再来你们自己看。对，那主要呢，它是 nerf 了，那希望下一季它的价格不会再那么夸张。魔能暴风和孔明的神算的基底分别被变动了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。再来是比较重要的部分啦，进化全肢呢，现在每15全肢提供 1% 的元素抗性和穿透，之前是10全肢啊，这个改动其实非常闪啊，大概扣了1/3吧。对，那很喜欢全肢的玩家就会觉得，哎呀。好痛苦啊，我之前也有办一支闪电打击吧，也是用进化全肢的。对，那这样用起来的话，你的穿透跟元素抗就要重新再调配了。血肉融合呢，现在也是砍到烂了，它目前呢多了一条新的词缀，减 4% 到减 6% 的最大元素抗性，意思是呢，你不能再那么轻松的跌到 90% 大抗，你必须再付出一些代价。以上呢是目前 POE 3.19 公布的道具啊，以后会不会再公布？应该是会，有机会。对，那我们就期待它越公布越多，然后让我们对下一季的热情再提升一些，好不好？不要都只有悲情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早版真的很香很婆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